广场的篮板球，今天辽宁队输的最多的应该是篮板球。呜、哦，这个球，这球是直接盖完丁书豪，丁书豪拍在地上了，这应该吹犯规啊！从莫兰德这运球的表达来讲，就是对这个吹犯的不满啊。对，这下拍的是真够狠的。这个严军也是要跟莫兰德警告一下，说想哨了，此球之后不能再运球了，我警告你一次啊。这个动作很凶，但是两个人呢还是很友好。对对，切磋一下那个，你为什么在我这个位置犯规？应该对的，这说我没有犯规，这个你出手后犯规。两个人交流一下，现在说这么多都没有用。谁能承认自己是错了？是错的呢，对吧？看一下这个球，穆兰德认为是一个干净的大帽，对，从盖帽的。但林书豪认为呢，你是有一个前冲和冲撞我的动作啊。但是这个出手后有一些接触，对，